飛機降落喺香港嘅時候咧，發生嚴重嘅意外，成架機失控滑落海，機上邊296個搭客同埋機員咧事後獲救，有23人咧係送院嘅，只有兩個人咧係需要留醫。 意外發生之後咧，機場嘅跑道咧係一度封閉嘅。20分鐘之前咧係重新開放，香港嘅空中交通咧亦都係恢復。咁我哋而家咧先交俾喺觀塘碼頭對開海面嘅李航，講下失事滑航客機而家嘅情況先。李航。 咁我哋嘅有啲嘅技術問題，而家先睇下其他嘅情況先。咁喺朝早發生事發之後咧，大批嘅救援人員咧係立即趕到現場嘅，拯救被困喺失事航機之中嘅搭客同埋呢個係機員。飛機出事之後，本來成架機都係浮喺觀塘嘅海面嘅。咁我哋攝影機到場嘅時候，見到有班方面咧正係將架機拖埋跑道邊。 当救生机放咗落嚟之后咧，消防员就协助乘客由机舱上落嚟逃生。有啲咧就坐上皮艇上民航处嘅拯救船。 有啲咧就坐艇去跑道边，由消防员救上跑道。消防处咧出动大批嘅消防车同埋消防员抢救。 我哋亦都系坐船出海。 消防蛙人准备落海，搜查一个报称失踪嘅细路仔。不过后嚟证实个细路仔较早前已经系被送咗去医院。嘉华航飞机成个下昼咧就咁搁咗喺观塘码头对开嘅呢个位，可以见到机头有部分咧系甩咗噶，而另一部分嘅机头嘅底部咧亦都系裂咗同埋甩咗。 由海上面嘅不同角度睇咧，可以见到飞机嘅损毁情况咧唔系太严重。意外喺朝早11:07左右发生，华航 CI605号客机由台北飞嚟香港，降落嘅时候偏离跑道，成架机咧就咁冲咗落海。 机上面包括埋机组人员咧，一共有296个人，大部分都系台湾人。而名列世界富豪之一嘅日籍华人邱永汉咧，亦都喺飞机上面。机上面咧只有23个人要送去医院，大部分都系轻伤。由政府飞行服务队喺参与救援行动之中拍到嘅片段嚟睇咧，可以睇到成架珍宝机浸咗喺水里边。 成條機場跑道咧，亦都係清咗場，同埋德士古道船柱嘅一段德士古道天橋，並且派出警員指揮交通。由於多處封路，德士古道迴旋處同埋荃灣路天橋嚴重塞車。另外喺8:00，筲箕灣瓦谷南道工廠地盤亦都有部分棚架冧咗落附近嘅停車場，棚架壓住3架私家車，1架客貨車同埋1架貨車，事件中冇人受傷。 另外喺凌晨3點左右，油麻地東方街青年旅社擴建地盤，一幅50×30尺嘅棚架，為受強風吹砸下倒塌，部分木板跌咗落路面，警方封咗東方街。現場新聞記者李圖報道。港督彭定康話：，尋日英國外交事務委員會聽證會上面，多位法律專家都認為英方並未有三違反，因此佢希望中英停止針鋒相對，繼續為建設好香港合作。報導。 港督彭定康出席一个开幕礼合同声明，寻日。
We can put that piece of rhetoric behind us and get on with the job of trying to build a better and more successful and more open and prosperous future for Hong Kong. 中方係希望合作與香港問題，而英國官員同埋專家喺台灣和會上面嘅言論對談判係不利。佢話中國係好有誠意，因為喺三符合嘅原則上達成協議，喺呢種情況下説三道四嘅談判進行干擾，顯然係錯誤嘅做法。 阿斯田事記者郭永敏報道，中國外交部駐英國嚟啦，中美之間嘅關係存在一啲困難同埋分歧。佢話：，佢都係首先外長劉漢松，就係一啲腳，我就唔用。國家主席江澤民同美國總統克里斯頓嘅會晤，再次作出關係合作嘅報道。吳建文喺記者會上話，外交部部長劉華秋同時作出訪問。 並同美國方面就中美之間嘅關係以及全面嘅中美關係交換意見。佢亦都係為呢個月二十號國家主席江澤民同美國總統克里斯頓做出合作。第二個要同嘅咧，第二個要同咧，就個新嘅方向。七號就會翻北京。呢個就最重要嘅。呢次訪問係中國外長錢其琛九月三十號喺美國出席聯合國大會時，同美國國務卿克里斯頓嘅雙邊商務。不過吳建文話，儘管中美 兩國近嚟嘅高層嘅國家應該要保持良好嘅關係。亞洲電視記者譚偉儀喺北京報導。特區籌委會、議委會政務小組喺北京結束兩日嘅會議。咁最後決定暫時唔討論第一屆特區立法會嘅產生方法。不過小組亦同時決定，一旦港督彭定康向立法局提交呢個政改草案，會喺會議立即展開討論。喺開會之前， 兩個小組成員都話，政制談判未結束之前咧，小組就唔想討論呢一個話題，由史傑晶喺北京報導。朝早開會前，多位議委會政務小組嘅成員都話，對中英嘅政制談判前景唔樂觀，但係就認為要等到談判得出結果之後，議委會先至決定幾時討論第一屆立法會嘅產生辦法。委員都唔係好樂觀，就因為唔好樂觀，你先至有呢個 立法會個產生嘅問題。喺決定係達成咗協議呢個唔能夠達成咗協議以前咧，誒，預備委員會都係唔需要作任何嘅後續，對呢件事咧係作咗先決嘅判斷。據了解，由於預委會下一次政務小組嘅會議會喺一月召開，預料到時中英談判已經有咗結果。如果中英談判破裂嘅話，雙方為咗向香港市民交代，都有需要公開喺談判之中各自嘅立場同埋建議。所以，預委會就有迫切性去討論中方喺談判中嘅建議，並且係制定出預委會嘅方案。 喺陳律嘅會議上，姚偉成員之一，身為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徐文俊，就作咗長篇嘅講話，批評港督彭定康嘅第二份施政報告，認為佢哋豪華住宅到處都係徘徊拜雅，有居民話見到有兩個可疑嘅男人喺當地出沒，懷疑佢哋同縱火案有關，而當地警方亦都正着手調查，係否佢哋同縱火有關。亞洲電視記者羅宇報導。 香港，我係。雖然今日成日落雨，仲係三號風球，不過我國同舉行嘅兩場高級組文化足球淘汰賽，東方對流浪同埋垃圾對抗會咧係照常舉行噶。頭場就喺六月份為止。世界女排招霸杯今年已經係第十年舉辦，喺過去嗰九年，中國係六次奪得冠軍。 不過今年中國都係重用幾名新人，所以相信大家認為。好啦，嗱，呢啲動作咧就唔多啲嘢啦。 有冇講咩錯曬㗎？
We find your like a straight aircraft is wrong. Should we have an angle? Then the question is, the body doesn't turn so much. Just a little bit. You can punch his head. Both questions you have asked yesterday, so actually both methods were wrong.
the right hand, should never be straight like what all right. It should be just face there. So you can try to grab his head. No, that is wrong. It has to be half, just so that you can still be flexible. And the other just follow his method. He's trying to explain the use of now your right hand. Because the your opponent can hit you with the way it's just done. So once he sees that you are trying to push his hand away, he just have to push you to front. Then nothing can happen. You can't do it.